先生们，我们已降落在目的地机场，飞机还将滑行一段距离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不要站立，不要离开座位或打开行李架，以免行李滑落造成伤害。在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前，请保持安全带系好，手机处于飞行模式或关闭状态。待飞机完全停稳后，我们将调亮可测灯光给您提示。当您打开行李架时，请小心，以免行李滑落。下机时记得携带全部行李物品，准备好入境卡、护照或通行证。按照公务舱及其他旅客先后顺序依次下机，前往国际道路大厅办理相关入境手续。特别提醒您，请注意检查您座椅前口袋，确认没有遗留任何行李物品。您所交运的行李，请到候机楼行李传送中盘处领取。感谢您乘坐四川航空公司航班，祝您工作顺心，旅行愉快。美丽川航，无限真情伴您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,